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，去年两国共同庆祝了建交50周年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德坚持互尊互信、互利共赢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，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深化，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，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。贝尔伯克外长访华期间，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将同其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，就中德、中欧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沟通。中方认为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，中德两国外长举行战略对话，有利于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，强化战略沟通，巩固战略互信，深化战略合作，继续丰富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。